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段，我们今天要去做体检了，特地起了个大早，现在是8:30左右，我是7:58醒的。我感觉像是通宵了一样，没睡好。真的没睡好，我因为昨天睡觉是3:00左右嘛，凌晨3:00，就跟熬了个通宵一样，而且胃还不舒服，一大堆。对，我早上起来有点想吐，恶心。我也是，可能就是没睡好的关系。我不知道是胃不舒服还是说肚子饿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坐地铁啊，因为打的过去的话，现在是早高峰，也得半个小时，坐地铁过去也是半个小时。室外智能健身房，这可是第一次见了。不愧是大杭州啊，这么高级的东西，怎么弄的？智能赛车自由模式训练模式现场。你下午来的时候可以玩一玩，对。不太好奇了，说完就玩，哈哈。你能，我给你弄个现场竞赛。等待另外一位。哦，是啊。哦，他得需要有个人跟你比是吧？嗯。在线竞赛呢，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的网友一起玩？你看。哎。这架势说我50都有人信。它有测心率的。哪里？哦，有测心率的真好，这比一般人家家里自己买的那种都要好，又免费是吧？属实有点不聪明，搞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玩，哈哈哈哈！这个太高级，老年人拥用简单健身器材足够。走吧走吧，别弄了，这个坐在上面的别弄了，走吧，提点去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个人可真服啊，再坐一站就到了。便利店买了一个包子。我告诉你，在这儿吗？也不是。包子吃完，还有一瓶牛奶，还有一个饭团。这个牛奶真不错。我们现在在找那个体检的，怎么走上去？人还挺多的。这体检生意这么好的，周围一万都这么多人。比我上次去的那个地方人要多，可能这是杭州的关系吧。我上次在湖州，前面吧，接待中心，还是哪里啊？你问一下。哦，应该是这里。我这个头发是什么造型啊？帅哥的造型。刚我上次挺快的，可能人也不多的关系吧。这今天可能会稍微慢一点，啤酒完有早饭吃的。还有早饭吃？对，我刚刚已经吃过了。我前面还有5个人在排队。这里人多还叫号的这个。直播间买的体检套餐，不管好不好，也算能安心一些。要检查这么多项吗？对，先去抽血。我感觉我抽血是放在差不多最后一项的，但每一项他都会有人指导的。要抽这么多血啊？对，好吓人啊！这里多少毫升的血？我上次忘记我的跟你的怎么样子。男的和女的有一些项目是不一样的。101耳鼻喉，我们左边。太胖了，看不到。早上吃了一盒水了吗？水，白开水啊。自己多活动一下，让它多充一下。这就是刘小便。没行，你疼吗？到尿点是那里，工作人员会再给到一个。这个，完就可以去刘小便。这里的灯有闪屏，现在要做彩超了。对，要闪一提示。李木星，你这个真的挺快的，这个都是抽血能完成的，还有没几个项目。我当时跑了好几个房间了。嗯。刚刚去查了一下内科，他跟我们说是中度脂肪肝，他说已经是比较严重了，因为中度降到轻度要过很久，你要锻炼很久。你得减肥了。对。那么红豆薏米水喝起来，然后每天晚上饭后再去跑。嗯。好好，真的得减。其实他胆囊什么的目前是正常，但是他说是不是我有晚睡的习惯？我说是的。
我说凌晨三点出门，然后早上十二点，他说不行，你会要到十二点之前睡觉。我刚刚去查了一下什么那个体操啊什么的，他说都说健康，我觉得我应该没那么健康，就一个中度脂肪肝，别的都是健康还不行了。现在做 CT 去的， CT 是对运不能做的，但是没办法先做了吧，他之前没做过。现在检查视力呢，量身高站的笔直啊，身高体重，身高体重多少 secret。 我看你站了笔直啊，没关系，还没有，手挺胸，这辈子没有这么挺过。前面吃饭吃，他反正给一份一份的，我也不吃。现在已经全部做好体检了，确实牛奶味挺浓的，我这个牛奶还不错啊。这个也叫 VIP 早餐吗？对啊。啊，你当时吃的也是这样的？我跟你也差不了太多吧，反正就也就是那样。我想去下面那个71再吃一点，我现在整套都检查下来，目前他们能看到的数据啊，就是整体还算比较健康。我觉得我有点亵渎自媒体这份工作，自媒体怎么可能健康呢？必须得有点病。你脂肪肝了呀？但脂肪肝这个也不算病嘛，就是你运动运动就好了。别的等你尿检血检出来你再说吧。那个肠道没检查。他不是全部都检查，他只是检查各部项目。那我回宁波，我再去检查。你单独一肠道对。现在想象比我想象中健康的多。放心了吧，我全身都是病的。放心了。你量体重的时候，量身高体重的时候，从来都没紧张这么直，我笑。你能说几次啊？说好多次。你能说几次、啊？先去农发，就上午去过那个菜市场了，我们去买点吃的。嗯。我去看看有没有一整条三文鱼的。回去自己切。没有没有，让他们切好。啊。上回我切过一次的，我记得切的。是我切的。我觉得切的挺好的。狗屁不是，真的是。你当时一整张桌子都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你没有发现吗？拍视频的肯定有人知道。那还要好几年前，估计五年前了吧。嗯，对。我们又来农发城市厨房了，逛一下这里，买点东西，买点榴莲，然后就走了。嗯，正好一块钱一个小的，高压锅压一压，挺好的。嗯，回去可以吃。其他的买回去都要死，龙虾的话会。龙虾不会。看着很多榴莲，很难挑出满意的。哪里啊？15.8一斤。啊。这个榴莲18.8一斤。今天的菜场扫货为零。现在准备回家了，吃它个一个礼拜杨梅。